啊，来第二场，这次一定要拿升级，然后食物拿多点，水反而刚拿太多了。不要带家人，不行，一定要带家人。还是提米不要带啊，提米不要带，提米不要带，好，提米不要带，多带两个食物比较重要。罐头在哪里？罐头在哪一层？好。怎么没反应？食物。还说连老婆都不要带。好，连老婆都不要带好了，只带玛丽珍。这样好吗？等一下你们给我一点意见，快点，趁现在。在隔壁，等一下。升级。罐头。啊，现在不行，还是带老婆好了。医疗包，是。我靠！好，下去。我这次罐头应该够了吧？我刚有一次拿10罐。好，第一天，耶！好多、哦，你们看到地上还有摆一箱哎，好爽哦！不对，我这次没有带那个最重要的那本书。很重要的书，我现在没拿到，可恶！好，我们及时逃进了避难所，还好玛丽珍没有把他的那个，就是他乐器带进来，这里的风扇噪音已经够烦人了。慢着，提米呢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家里一定要留一个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水2罐应该可以吧？没办法，时间有限。耶、yeah, ，有收音机了，太棒了！哇，他们现在都要喝水。好，马一晨去吧。第四天。想一下啊，这个杀虫剂我记得到最后可以把它提炼成那个治病的东西。是有拿医疗箱，那没关系，把它用掉吧。对，只能选一个，就是不可能，就是鱼与熊掌与什么算了。那个杀虫剂直接用掉了，少了点什么？我们看看，风扇嗡嗡声，有奇怪的声音，外面撕心裂肺的嚎叫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德洛丽斯说话，好，讲话。对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对，我刚讲不出来这句话，但需要喝点东西啊？为什么他们现在都不吃东西啦？我食物很多，水快喝完了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曾经计划去，他们现在有很多水管线都爆裂出来了，水流通向我们的地窖，我们需要保护补给。我们是要拿收音机去挡那个洞吗？这样收音机会不会坏掉？可是不用收音机挡的话，我们的物资会泡汤，对不对？我要挡吗？大家觉得？可是只会损失一些物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要挡好了，反正损失一点点罐头应该还好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快点给我点意见，要。要吗？有一个人说要，自身安全。好了，挡好了，挡好了。说不定收音机还可以继续用。哎，没有坏掉的感觉。OK， 正常正常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收音机，看有没有政府就是发布的讯息。哎，我们取得联络了，军队还在，而且正要来救我们。我们现在需要耐心等待即可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蜘蛛，汤里也是，水里也是。我们见到的是，每次来都越来越大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要向那些蜘蛛宣战。我们选这个急救箱是用急救箱去砸那些蜘蛛吗？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耶，我们多了两瓶水，然后防毒面具爆了。或许这里根本没有蜘蛛，一切都是幻觉。吃了几片哦，他选那个急救箱，意思是说急救箱里面有药可以吃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吃药然后让自己昏迷，然后不要去看那些蜘蛛吗？好，反正现在没有了。我们把一些长相奇怪的人带到门口，他们自称是巫师，想要一些补习换我们一些东西。他们想要，我们决定看看避难所有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他们欣喜若狂的带走了一双袜子，这袜子我们扔在墙角有一段日子了。巫师用几瓶水换走了袜子。其中一个巫师把袜子戴耳朵上，然后开始跳舞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袜子那么值钱哦？喝水，吃东西，喝水，吃东西。好，耶，食物开始有在吃了。我觉得先不要出去好了，反正，哎，现在玛丽真也不能选，她要恢复体力，而且现在外面辐射状态很高，这次先不要派好了。OK， 不知道哎，对啊，玛丽真什么时候才要变身啊？
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对啊，因为比较忙的关系，今天开一整天，特别空出一天开游戏实况给大家看。吃点东西，喝水。一定过不了，不要诅咒我好吗？第13天，角落还有一个水瓶，你会看到喝完的水瓶。玛丽珍今天沉默的有点吓人，这不像平时的她。我们要不要跟她说话？要。第14天，军队又开始广播了。他们说，第一步是确定剩余的幸存者位置。飞机会在夜间飞过我们这附近，我们应该要用手电筒发信号。然后我们现在没有手电筒。对，手电筒打信号应该是打 SOS 吧？我会打那个摩斯密码，教大家怎么打 SOS。这样子。三短三长三短，信号暂时是发不了了。另外，他们知道手电筒电池有多贵吗？好 ，OK， 喝水。有人敲门的时候，我们谨慎而又小心。但几分钟后，外面说他们是核弹爆炸时，正好在附近广场跳舞的一群老太太。我们认为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才显得有礼貌。结果，当我们打开门，这帮老表竟然拿雨伞、拐杖殴打我们，我们必须反击。别人用雨伞、拐杖，然后我们用斧头反击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公平。挥几下就把他们吓走了。好，对啊，水快没了。我们再过几天，玛丽珍看起来好正常哦，你会看到，好棒哦。我们玩了真心话大冒险，结果我们一直在问问题，问题都是我们还能不能吃上番茄浓汤之外的东西，因此我们暂时决定先不要玩。玛丽珍泰德。有人来换东西哎，可是下面这四个我们都没有。所以不用看了。第18天，德洛里斯跟泰德，不行，我觉得要派人了。我的防毒面具破损非常严重，再也不能防住什么毒了。现在是时候修一修了。然后这本书可以修防毒面具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带这本书下来。每次
每次很多时候都用到那本书哎。我觉得之后还有很多选项会用到那本书，我竟然没有带下来。对，我现在要派人了。水，好，派他出去吧。第20天，破上一场的记录了。21天。我们先不要为何打吧。他们都想要喝水。好，这样子。前一分钟还好好的，紧接着我们就开始互掐对方的喉咙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太疯狂了！想要生存下去的话，我们必须控制自己，所以赶紧去睡觉吧。是互掐喉咙说要喝水之类的吗？欸？哦，这个东西好像是一只狗欸，如果我们不选择动作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它引进来啊？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人留言跟我讲的。24天，我们感觉面对暗影的埋伏生物，埋伏的恐怖生物真的太危险了。我们采取了任何 有理智的人都会采取的策略，关门。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那只动物就走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生病了。哎、欸，有带一罐水回来。我们其中一座没被炸毁的建筑是本地的公车站，即便还有乘客活下来，他们早已离开公车站了，扔下大量的个人物品、行李、包裹、袋子，甚至有人扔下了一个橱柜，很难抗拒。橱柜里面装着一个更小的橱柜，他们是当地的运动员，准备要去参加跑那个比赛。啊，水才2罐也太少了吧？水，我看一下哦。派那个好不好？德洛丽丝出去好了。上次探险的时候，玛丽真受伤了，她没有跟我们说过，我们也没注意到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她伤口似乎感染了。哎，对吼，现在我们医疗包都忘记了。好，出去吧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有点期待。27天，我们先不要为何的好了，就是。每次口渴的时候放2天再给他喝，这样比较省水。
没有办法，没有道具。30天。玛丽真的年纪不适合再过生日了，我们就是这么想的，明明就是没有道具可以送她，好过分哦！变种老鼠正向我们的补给发起进攻，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老鼠还是兔子，还是变种生物。好，不用斧头，剩31天。我们的罐头安全了，这些毛茸茸的变种生物真是倒霉。看来我们依然是屹立在食物链的顶端，这非常好。唉，没有东西可以挡他们了。蟑螂出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东西太大了，到处都是蟑螂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没有生病哎，带什么东西回来？我们非常开心看到德洛丽斯回来。我们的小小地上之旅可能被人跟踪了，下次我们应该更小心。我们正准备放弃搜索两手，空空回避难所的时候，进入一个教堂，看起来非常和平。那些好人给了我们一些汤汁罐头，说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的味道。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傻了，所以罐头加一。这帮教徒确定自己不需要任何圣水，于是我们把他们的水瓶倒过来放在我们的上面，我们空瓶慢慢变成满的，真是神奇啊！吃东西，吃吃喝，再吃再吃。34天，没有信号，还是没有信号。好，派德洛里斯出去。玛丽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水，好，给他喝了吧。他已经忍了一天了。快了吗？快成功了，对不对？玛丽正在到处翻找的时候，突然找到一颗植物的种子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种子，但是可能是好事的开始。如果我们幸运的话，搞不好还是一棵苹果树。我们需要用一个水瓶来开始种植。我们要花一瓶水来种了，这些人疯了是不是？种子放下去应该也要长好几个月才长一个果实吧？他们在想什么？我要浪费瓶水来种那个种子吗？都没有食物了，还想要靠这种奇怪方法？要吗？不要。好，有人说好欸。我来统计一下。HOUR， 你是投赞成还是不赞成啊？现在有三个人讲话，两个人说不要，一个说好。
快，给我点意见。觉得我蛮想看奇迹发生的，可是感觉是在浪费水。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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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走那个就是和平的路线，不要不要冲动。我们没有料到玛丽珍居然这么难以接受这个决定，看来她真的对种植植物这件事情投入了不少感情。泰德真的很渴，好，给他们喝点水好了。我们一直都很想要养一只宠物，一直没人决定要养什么，养猫养狗，随意吧，因为我们已经养了一堆蟑螂，如果我们不想跟蟑螂玩飞盘游戏的话，就要尽快把它们赶走。当然扔飞盘也并不是开玩笑，它们就快跟小狗一样大小了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道具可以把它们赶走。第39天，避难所里的橱柜有点动摇，把它拉出来，发现有一个暗门，里面会通到哪里不知道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然后他需要手电筒跟枪，可这两个我们都没有，好吧，算了。有些事最好不管也不问，不知道门是什么都门后是什么都无所谓。我们还用了一些家具顶住门，防止任何人从或任何东西从里面出来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带。哎、欸，有医疗品跟防毒面具。现在看来叫救护车已经没用了，我们到了医院，这里是废墟，但部分建筑还没有倒塌，勉强吧。我们决定穿过碎石碰碰运气。医院里食堂的汤汁罐头供应相当可观，看来他们只让病患吃这些东西。现在我们100%确定这是健康食品了，罐头加一。找一个装备齐全的急救包并不困难，毕竟这里是医院，所以急救箱也加一。医院其中有一张没有被炸毁的床上挂着一个防毒面具，旁边写着一张纸条：“戴上这个，病人身上的味道臭死了，臭死了。”防毒面具加一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冲完一定要拿手电筒哦。没办法，每次都很紧急。我觉得这次拿的东西都算是还蛮有用的，还蛮刚好的，我觉得。好，再拍。最近学到一个宝贵课的一课，在家里如果你无视蟑螂，那么蟑螂最终会越来越多，这样真的很不好。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，最后我们也会发光的，就像他们一样。对，要派人，要派人。第42天，玛丽珍喝水。哎、欸，审判玛丽珍出去吗？等一下，从这边开始。德洛丽斯现在不能出去耶、欸、可玛丽珍又生病了，派她出去好吗？还是我们要派泰德？大家觉得泰德还是玛丽珍？二选一，快帮我决定，帮我出个意见，快点。
We are speaking Chinese. 快点快点，帮我想一下。泰德吗？马一真，泰德两票，马一真一票。二选一，二选一，快！自己，现在2-2了，没有3-2，现在3-2，所以泰德嘛，好，派泰德，泰德四票，好，派泰德。第43天。哎，对啊，我们急救箱啊，刚刚为什么不能选？哦，可以啦，对，那我们把急救箱用掉。哎，好嘞，好快哦，一用马上就变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输了，老婆挂了。为什么？他刚才渴一天呢、啊，我只一天没喝而已，哎，怎么那么快死了？完了，这样输了对不对？我记得家里没大人，马上就会被抢了。还没吃完，还没吃完，没吃。警报！外面出现了一群人马，看起来不友善。我们认识其中几个，曾经是我们的邻居，他们似乎保持良好的邻居关系，对，保持良好的邻居关系不感兴趣。他们表情严肃地挥着他们巨大的手电筒。我们需要在他们冲进来前，抢走一切东西之前，采取什么措施？一些措施。好，斧头，斧头。输了，输了。哎，为什么都后面多了一把枪？泰德已经出去太长时间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恐怕他也回不来了。哎，所以我输的原因是因为泰德没回来耶。哈，哎。如果我刚刚是派玛丽森出去的话，我可能还活着，而且还拿到一把枪欸。我们没能活下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遗言。我们所能给出的建议就是，我们坚持41天。为什么啊？明明就可以继续下去。41天还是没有破关，好烦哦。欸，47。好，嗯，我觉得这次玩的不错啊，只是最后选择，我觉得我也没选错啊。我觉得那个什么泰德太烂了吧，以后不要派他出去了。好，今天就玩这边，对，玩两场。下次有机会再开一次，真的好想破关哦。好，我要关台咯。大概50天之后吧。我记得上次是玩到70几天左右，就开始有人一直敲门。好，今天就玩这边。